你一个人晚上在公司，然后呢，或者是你在录音室很忙，可是你感觉鬼可能躲在哪里？好，第一个是厕所，第二个是电梯，第三个是桌子底下，第四个是老板的房间，啊，第五个呢是在储藏室。对，谁要先来选？如果我在选什么？选从电梯呢 ？B B， 他选 B。还有人要选 B 吗？就是 C C。大声，那田胜是 C。只能 A 有 A A B C 都有了。嗯。一哦，都有人选，我是胜利 D， 他选 D， 那 A B C D E 都有人选，太阳选 A， 哦，感情的忠贞程度是55%，我是프로입니다，哎，选厕所呢，就是呢，会依照对方爱你的表现而调整自己的忠贞尺度，那所以呢，刚刚我们说他的感情呢是有55%，就是太阳，快，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是讲坏吗？说他是 bad boy。哦，坏。跟你的解释之前有讲到说，我是快 boy。快 boy。坏男孩。他说，这里面的解释是说我能做到的，希望对方也可以像一样的做得到，所以上帝在旁边说你坏，这样，坏男人。好，那我们来看选 B 的是在电梯。哦。80%，还是不容易。选电梯中呢，是因为呢，你可以苦守寒窑18年，对，所以呢，再看对方值不值得你在等候啊，所以你会等很久，忠贞指数呢有80%。这里是好玩，真的是很完美的，讲的大家不知道。桌子底下的。40%，还是不容易的。只有40%哎。黑松，黑松是40%的哟。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呢，你可以做到零肉分离啊，重新的零车外重新的拿个是一次中的多。啊，然后你觉得忠贞是不需要刻意牺牲压抑自己偷吃的欲望。骗人的，不是真实的。你刚不是说心理测验很准吗？啊，当时不是啊，就从快乐马上下来了。快，来从快，快。其实他是要讲坏。对，所以你觉得不准就对了。안맞는다고생각하시나요？정확하고太阳在旁边说很正确，可是他说不是。제사랑은평생한번이랑사랑합니다。大声说。他的爱情永远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女人。哇！太阳又在旁边补充说，虽然是一次，可是是跟好几个人。每一个都是永远。他们答应过你。월마수목금토일。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哦。好，来 B 呢是多少呢？20%更少了。啊，是不吧？B 你没有在讲别人呢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胜利，你只有20%，原因是什么呢？你会要求对方忠贞不二。당신은상대방에게는본인에게만충성하기를바래요。但自己却可以到处留情。지만정작본인은바람둥이입니다。你认为你是国王。본인이왕이라고생각하세요所以有很多的嫔妃没有关系그래서후궁이좀많이더들어도상관없다고생각하세요잘못됐네지지르건스很正确很正确啊그래서他说不对好那你왕이에요사자있죠왕사자왕其实他是狮子王啊哦你说对的王처럼就像那个丛林的王一样对对对对对왕여자들이他对人所以人来讲说是왕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你会选老板근데왜이보기이사장님방안을선택을하셨어요他想要选其他团也没选的。哦，那我们就来看 G Dragon 咯，99%。哇，哇，사랑에대한충성도가99%예요。G Dragon 爱情忠贞指数最高。99%예요。嗯，哎，你只要爱上对方，你就死守不放。당신은사람한사람을사랑하게되면죽었다깨어나도그사람만을사랑한다嗯然后呢最后大家会看不过去就把你第一个贞节牌坊사람들은
옆에서보다가네연령대像这样的人，如果非常爱一个人的话呢，就会很替对方着想。이런타입은만약한사람을사랑하게되면상대방을매우유해유해주면보살펴준다举双手。有准吗？정확합니다정확정확해요他觉得很正确。